好，彭健生嘅《借來的美夢》我第 N 次播啦。嗱，好多人即係再比我年紀大嘅人咧，就都有呢一樣情懷嘅，就係嗱呢首歌係1981年嘅作品。1981年，咁我哋頭先又話蔡係好有蔡國權風格，係咪蔡國權寫？咁其實大家睇到係彭景彭健生自己寫嘅，咁啊鄭國光老師去填詞。呢個係借來的美夢。嗱，鄭國光老師咧，而家嗰個政治立場咧，我哋唔需要評論嘅。咁但係1981年咧，咁佢已經能夠寫到咧個借來的美夢。At least 佢認為呢個係美夢先，係夢都好，係美嘅。OK， 嗱嗰代人咧就會覺得係有個 timeline 咁樣嘅香港，但我冇嘅。點解咧？因為我喺香港土生土長，我相信好多同我一樣，或者阿正啊更加唔好講啦，係嘛？根本我哋唔會覺得呢個係借翻嚟，我覺得係我哋應該一直享有嗰個生活模式。我亦都好驕傲，我哋有咁繁盛嘅香港。嗱，縱然呢個繁盛嘅香港喺當其時，亦都有好多問題，亦都有好多窮人，係嘛？亦都唔係咁容易向上游，即係每一個時代都難嘅。其實，即係呢個係咪香港人嘅命運咧？定係中國人嘅縮影咧？定係近代特別係南方中國人嘅縮影咧？我哋香港人，我哋阿爺一代啦，我哋老豆一代啦，咁我哋土生土長啦，然後我哋又係要再走喎。咁其實特別我啱啱去完呢個馬來西亞翻嚟啦，又或者我啱啱今年歐遊嘅時候，同一啲移咗民幾十年嘅人傾偈咧，有啲大陸過去嘅，真係咧好悲涼啊！呢個世界有各地咧有。有些人咧，當然移民，譬如日本人，我哋好中意日本啦，都好多好多移民。咁但係中國啦，我想同大家講，印度啦，甚至乎馬來西亞啦，都有好多人去移民新加坡啦。新加坡經濟好好啊，即係追求去移民嗰樣嘢。咁但係個情況最甚就係中國人啦。中國人真係非常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嘅。往往咧，我哋見到。在印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的移民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經濟移民，在那邊自己的發展都不是那麼好，於是乎呢他們就會想想去第二個國家轉換下環境，看看會不會好一點啦，但我們偉大祖國就很奇怪，除了剛才那樣之外呢，我們勝利者移民是更加多的，就是說在個社會裡面是既得利益的，是賺到錢的，反而就移民特別多嘅喎，有錢移民，冇錢偷渡嚇。即係你話呢個，你話呢樣，如果咁樣睇，我哋中香港人係咪中國人嘅縮影咧？喺呢個時代，即係或者近代，即係好悲涼。有錢叫雞，冇錢做雞。你話借來嘅美夢，大家願唔願意先？係咪真係借翻嚟嘅？發完長夢就算先啊？唔願意又可以做咩啊？咁可以做嘅，好似我哋李家超偉大嘅李家超話齋，即係我哋各界市民深切，我哋要認識到呢個三中全會嘅精神，繼續深化改革咯，咁啊得噶啦深化改革喎。好啦，呢一節咧會有兩單新聞嘅，咁我都唔有幾單新聞啊。第一單就係有個海豚性侵人類事件啦，咁啊我就快快講啦，喺日本福井縣。敦賀市一個無人小島水島是知名的度假勝地，咁近日咧海水浴場即係海灘啦，就闖入一條海豚，喂成日頻繁攻擊人類喎，淨係7月21日至8月20日一個月期間咧，有18個人遭咬傷，咁啊大部分咧都係啲小學生嚟嘅添啫，咁根據 NHK 嘅報導咧，嗱日本三重大學生生物資源學院海豚生態學專家這個叫森板康通就話，受害者傷勢的咬痕同埋睇下海豚胸鰭大細的特徵嚟推測咧，那個海豚應該是雄性的印太平鼻海豚。他話呢個而且不是單純的性嘅襲擊人類，是性侵。他話點解咧？原來啲印太平鼻海豚咧佢係互相佢係透過互咬嚟模擬性行為嘅。咁呢海豚咧，可能咧逐漸習慣咗人類啦，已見到人類屌你都冇乜攻擊性喎，反於是乎咧，佢咧就唔係攻擊人類，佢就揾翻個鼻咧嚟模仿性行為，
即係同你，佢就諗住屌你，同你搏嘢。我都被插你，屌你老味，仆街！佢話咧，海豚知道同人類互動唔可怕，咪會繼續嚟咯。所以呼籲咧，大家一定要小心應對咁講。咁佢都揾個鼻撞下你啫。你嗰個揾條撚海豚有冇撚咧？我真係未見過。個鼻都好勁嚇！嚟屌你，你又麻撚煩啦。好啦，報道少少啲消息先。我日日都要睇呢個美國大選。嗱，我就未去搞，因為我今日在上冇時間再上網睇。我臨入嚟之前咧，就見到一段報道，就話咧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民主黨嘅羅伯金乃迪咧就宣布退選。點解咧？其實幾日㗎啦，佢退選咧，佢就呼籲佢支持佢嘅民眾咧可以轉投特朗普咁講。咁根據啲唔同嘅媒體。不同的學院的估計呢，喂，不是你叫我就會支持特朗普的。咁原來呢，羅伯金乃迪呢大約是有個支持到 6% 到。咁而家呢，佢哋 confirm 到，即係嗰啲民調呢就話大約呢當中呢，即係而家呢 6% 嘅人呢可能會有30-40%， 即係大約係總投票率嘅2%嘅人會轉投呢個 Donald Trump。咁當然啦，這個就很關鍵了，2%，大家搞清楚，這個是美國是一個選舉人票，即是用州來計算的。當然你說這個是不是那些搖擺州呢？但是呢，當我們還在計算這些細數的時候，喂，沒負了，已經突然間出現了有兩個州，現在 最初步就是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這兩個都是關鍵州來的，就說不能夠退選，唔俾佢退選，於是乎佢啲票咧，即係支持RFK 啲票咧，就不能夠，即使個兩成2%都好，不能夠順過渡俾呢個 Donald Trump。嗱，老實講，我就唔知美國，因為美國係州法嚟，我要睇兩個州咧，係咪可以不得退選嘅先？嗱，如果係有不得退選嘅，即係總統，即係我哋立法會咁啊。我覺得 RFK 就不會那麼昂居的 ，OK， 他是法律人嚟嘅，或者起碼共和黨我都法律人啦。我覺得咧個州係冇廉明嘅，但係咧個州務卿咧就而家要咁樣攔你，唔准退選，你咪打官司咯，又玩呢樣嘢，一打都分分鐘過咗總統選舉啦，大選選舉啊，啊，你話係幾撚卑鄙咧？哎呀，唔好咁講，喂，老實講。正是我昨天報道，朱希伯格他承認了在 COVID 那裡，那其實你就已經等於承認了操控選舉，因為 Hunter Biden 那件事你都是這樣，不給你都是這樣屌博鳩人的嘛。Hunter Biden 那件事呢，喂，真是屌你老尾，已經可以證明了上次的選舉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我不要說偷不偷票，肯定是不公平的選舉來的。屌你老母！你讀咁多書冇撚用喎！你班左翼竟然會支持民主黨，係因為你哋對佢有利益，因為你睇完嗰啲乜報導，定係因為你哋喂屌 Donald Trump 有錢佬有原罪，即係你俾你講粗口就一定係冚家產，係咪咁樣咧？喂，呢啲人真係卡到不得了！喂，老實講，呢個係公然卑鄙行事嘅。嗱，我聽日我今晚我跟進嘅，我睇你兩個州咧係咪唔準？我覺得唔會咯，如果唔係佢唔會咁做啦。RFK， 哎，咪咯，到時有司法噶嘛，司法唔撚受，堅決，你吹撚仗啊 ？OK， 真係呢個世界咧，你話啦，即係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呢個唔係淨係意識形態，呢個係奪權去破壞。今日我有個老友上嚟，佢俾個電話我睇，佢有好大部分嘅，佢年紀大我啦，好大部分嘅藏書，咁我擘開個電話乜撚嘢啊藏？哇！讀者文摘佢都藏埋喎。其實咧，我同大家講過啦，我好長時間我係讀者文摘咧嘅讀者嚟。咁但係後來我覺得有一段時間，我點解我冇再訂咧？我覺得頂唔順啊！即係覺得佢咧有陣時咧都係有啲左翼嘅思維喺入邊。但係而家諗翻轉頭咧，其實咧你多少一個大社會入邊你冇辦法啦。但係佢更加多嘅咧就係弘揚佢哋美國嗰個傳統價值啊，勇氣啊。冒險啊、家庭啊、分享啊、平等啊，呢啲咁嘅所謂嘅保守價值啊，簡單啲講咯，
等等，睇下先。O、okay, K， 好啦，我話收到最新消息啦。簡單啲講啦，就係、是、歐美社會咧，我唔好特別講美國啦。大家留意一下，你中意唔中意都好。佢嗰個基督宗教越盛咧，就話、是、天主教、耶教越盛咧，個世界越穩定。啊，屌你老母！起碼三十年前開始，有一日我叫人哋啊，屌你老尾！我見到個鬼妹喺 Sogo， 話聖誕節我話 Merry Christmas， 跟住佢更正我，唔應該講 Merry Christmas， 要講 Season's Greeting。咁嗰陣時我覺得啊，咁於是乎我又見到人哋又講埋一份咯，我不為意審噶嘛。啊，原來而家興 Season's Greeting， 似墨筋係嘛？屌你老母！發展到而家冚家產，你先唔好講有中性廁所，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啊？正香港嗰啲公廁啊，有陣時咧嗰啲公仔啊畫到咧，即係嗰個男女啊，你好撚難分啊！你有冇發覺？有一次我屌你，我望緊都好撚耐，屌你老母，究竟係男定女咧？我直情望我喺邊度咧？我唔知係咪喺 Element 定點樣？我屌你諗我好撚耐，跟住見到條馬佬出嚟啊，男廁啦！以前點解個議題啊 ？Gentleman 啊嘛又，你點畫個男仔係藍色公仔？係啊，啊女仔會整到紅色公仔。依家、啊、男同女咧係就係睇嗰個圖案變咗同一隻顏色噶嘛。佢有陣時係咁樣嘅難分。佢同埋用咗啲幾何圖案，一個圓圈啊。係啊係啊，我哋、啊、難啲。一個就係正三角，一個倒三角。一個肥啲，一瘦啲。我勾撚曬同佢係咁望，屌你老母！你話一又整以前咧整咗頭有須。係啊，好撚清楚啊！而家又話須又話歧視，歧你老母啊！屌你老母 ！OK， 好啦，嗱唔好講咁多，我哋咧賣下廣告先。好啦，當然啦，我就漸入佳境，但係距離咧，距離呢個中秋節咧，畢竟係兩三個禮拜。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啤梨漫步，表你唔好令到我哋咧賴嘢。咁啊，其實應該就唔會嘅。但係咧，真係咧，我亦都好希望即係叫開心 share， 食下好嘢啦，即係甜甜甜絲絲日治你嘅嘴角啦。頂級貓砂王真係頂級㗎，就算你出邊買翻嘅牌子都冇我哋咁好食㗎。你點解我過咗呢個季節我就會講㗎啦？一樣價錢348蚊，再去黑翅好似仲有極少量啊！極少量意思即係幾罐咁樣啦。咁其實我都係諗緊翻唔翻貨嘅，應該仲有啲貨可以俾我翻，但我又會驚會影響嗰啲貓山王。咁但係 anyway 啦，如果你中意啊，你自己繼續訂啦，258蚊啊，四個裝。好啦，嗱，跟住呢一個咧，之前我冇介紹過，啲字都好細。嗱，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嘅 Infinity 嘅兩款月餅啦。咁嗱。佢咧就主要係貨咩咧？係貨嗰啲啊唔食得甜嘢，又好恨食啊！我哋係無麸質啦，啊糖尿病人係好啱食，成個食成盒食都得嘅。糖尿病可以有高度糖尿病都得。OK， 呢個亦都係我哋呢一隻月餅咧啊，即係生酮咧，亦都係嗰個賣點。嗱、498蚊一盒係貴啲㗎啦，凡真啲生酮嘢。但係而家咧真係好特價啦，嗱係498蚊。兩盒 ，OK， 一黑一橙498蚊兩盒，而且30% 嘅收益咧，即係498蚊兩盒，即係500蚊啦，當佢有105蚊咧，係愛嚟捐俾呢一個，我睇下先，我要行近啲睇啊，係捐俾呢一個，凡於8月31日前購買任何收益捐俾呢、這個，我真係睇唔到啊，咩馬會咩 anyway 啦，我哋放大咗先，唔係音量啊，你放大個畫面啊，但係佢嗰個佢細啲嘅嗰個圖 ，OK。好啦，睇下放大到啲事都蒙啦。啊，算啦，唔使放大，翻返嚟先，翻返嚟先。嗱，各位，嗱，如果你哋送禮真係有咁嘅長輩咧，喂，點解我突然間講咧？因為今日我佢送咗兩盒，佢唔係叫我 sell 啊，佢送咗兩盒俾我哋公司。OK， 哇，靚到不得了！嗱，個手環咧，呢個手環啊，係假皮咁樣。好啦，你送禮咪大體咯，同埋有嘢講啊嘛。你真係200幾蚊一盒，喂，但係呢個係生酮喎，啊，呢度咧 ，You see there's a moon here。我嗰有個月亮，有個兔仔 rabbit 喺度戇緊鳩鳩，咁呢個咧都係一樣。喂，如果呢個咧，不過佢做稿容易啲啊，我咧就會整個吳江，係咪吳江嗰條撚樣？係啊，斬棵樹，係，屌你老母，飲油食炭，跟住咧再第三個盒咧就有個嫦娥，嫦娥係啦，或者吳江屌嫦娥，大波嘅嫦娥仲要。喂，其實咧老實講，你話喺個月亮入邊，如果淨係得吳江嫦娥同你兔。你話我係吳江，我唔屌鳩佢，遲早啊屌屌嫦娥屌撚到連滿曬連隻兔都屌啊！嗱我嚟睇下，嗱打開佢，喂入邊又咁樣嘅喎，再好啦，咁樣為止一個，咁又冇餅啊？咦，四合一個？四合一㗎，嗱咁樣咯，
好嘅，唔係啊，好撚靚啲貓裝，好靚啊！我砌翻個月亮出嚟。係啊，嗱你咁樣咧拍拼埋咧，嗱你拼埋咪咁樣咯。係咯。喂，你送俾人啊？送俾人靚喎，咁撚樣啊？喂，而且唔係咁齋靚喎，出邊好靚都有。但係你話喂呢一個咧係咩啊？低碳咩低糖，屌乜嘢都食得嘅。嗱，試一個先。嗱，不過咁講，係糖尿病都食得嘅。但係咁講，呢個咧如果擺喺雪櫃又可以擺一個月，如果唔擺喺雪櫃咧係擺五日，因為我哋冇防腐劑嘅。啊，我試下先，整個喂。嗱，呢一個咧我都唔知係乜嘢，試下先，整粒黑。誒，我食半粒。含渣蛋。佢流心啊嘛。老實講，點解人哋貴咧？你用曬啲全部。應該不好吃的材料，應該不好吃的材料做出來好像只是屬於好吃的月餅這樣子、啊、留心了、嗯啊、不是只是屬於好吃的，通常這些健康東西都沒那麼好吃的嘛，等於它還好吃、啊、叮叮叮叮它一分鐘半分鐘就夠了、嗯，咁特別係嗰啲糖尿病、重病嗰啲人咧，唔食甜嘢好恨食嗰啲咧，即係咯。可能有可能糖尿病冇食好多年啦。係啊，嗯，甜嗱，八四八一一零七九，我嘅 WhatsApp 嚟，冇得巧合啊，係咪？甚至乎，屌你老母唔好撚揀啊！誒，一盒就黃金流心奶黃月餅，一盒就黑金流心奶黃月餅，咩雙金流心奶黃月餅咁撚麻煩嘅？哦，雙金即係鴛鴦，鴛鴦唔撚鴛鴦啊！屌你都麻撚煩，一盒黃嘅，一盒黑嘅，總言之又俾錢498 ，OK， 我真係好撚微利，簡直係冇利，無利可言啊！啊，即係叫做唉幫下手啦，嚇、啊，好啦，嗯，正，哇！呢啲盒真係唔撚捨得掉喎，咁撚靚，哦，睇翻佢先，睇翻佢先，你睇翻個月亮，食完都唔會掉個盒啊，又睇翻個月亮啊嘛，佢就講啊，喂，跟住啊。食盒月餅啊，擺喺度，擺當即係擺當天啊，啊，拜下祖先啊咁樣，唔係點乜嘢 ？Andy 啊，送俾你嘅，咦咩嚟㗎？月餅咯，不過呢個月餅咧梗係追隨啦，唔係痛風月餅嚟㗎。Andy， 我就係知道你咧糖尿病戒口戒得好辛苦啊，所以今年咧我專登揾咗呢間 Infinity 咧買呢一隻月餅俾你，嗱、啊、又健康。仲要好好味添喎！嗱，因為嗱下生三千字啊，佢係由乜做嘅，哇幾撚有心啊，係咪先？屌你老母閪，個女都嗱嗱聲嫁俾你啦，冇諗嘢啦。再唔係嘅，個外母都俾個閪你奶啊！如果唔係啊，再唔係嘅外母話啊 Miss 啊，其實我見到阿賢都唔錯啦，佢好有我心啊，但又食煙又成，屌你咪外母分鐘。叫個衰女，你唔要我要啦，係嘛？即係正所謂外母見女婿就口水嚟嚟底，大 A V 劇情啦。係嘛？咁你睇下點嘅啫喎？如果嗱，譬如你今年39歲，你女朋友23歲 ，OK？ 佢外母屌你，佢老母45歲，大你6年。但係因為咧，佢丈夫早逝，生完一個女之後，佢咧自己都好悉心打扮，因為丈夫早逝留下啲遺產，佢又唔使出去做嘢。在家裡就湊大個女一心一意，咁但係因為屋企佢老公死咗，有啲保險啊，留下啲錢咧，佢保養得宜，係嘛？喂，老實講啊，養個女開細個嘅時候，佢都真係冇唔係覺得乜嘢，到個女開始大啦，甚至乎拍拖嘅時候咧，喂，佢先諗起自己，喂，原來個女已經有毛有翼咯喎，又唔使我成日照顧佢咯喎，但係一個45歲狼虎之年，你估佢喂夜晚即係輾轉反側？有陣時諗起隔日，其實突然即係月經前後啲日子啊，佢真係咬水銀牙噶，唔係講笑啊。OK， 好啦，自從阿 Miss 咧帶埋阿賢翻屋企之後咧，兩個來往有陣時阿賢喺屋企咧，佢住喺邊度咧？住喺飛鵝山下面啊，唔係飛鵝山上面有葉樓嗰啲屋喎，下面有啲屋苑啊，都正局嘅嚇，啲所謂嘅豪宅啦。咁有陣時咧，因為阿賢咧，佢就住喺呢個西營盤啊。有陣時夜咗，咁佢哋喺邊度做嘢呢？原來喺呢個 TVB 嘅將軍澳嗰度做嘢嘅。咁啊，帶阿賢翻屋企沖完涼，咁啊，估計咧，跟住將兩個人就瞓咗喺阿 Miss 間房。喂，佢都係過來人，你估唔知道佢哋年青男女入去做咩咩？佢淨係個心諗下，你哋可能喺入邊搞嘢。喂，正所謂屌45歲如狼似虎。喂，佢自己啊，諗一諗啊～
佢即刻都即刻要屌你老母，我揾佢嗰啲叫枕攬，嗰啲枕啊，嗰啲叫攬枕啊，一條攞撚長碌嗰啲，夾撚住個鼻喺度磨啊，然後啊，真係銀牙咬碎，好撚痛苦啊嚇！好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又唔需要去咁晚買月餅嘅嚇，咁、大家咧就可以話訂呢個 Infinite 話訂呢個。啊、低糖月餅、啊、糖尿病都吃得嘅，哇好撚靚啊！498蚊兩盒，咁應該係中秋前後攞嘅 ，OK？ 好啦，繼續去上。嗱、呢一個咧，真係嗱呢一個微生態嘅洗頭水。喂，我去馬拉嗰個禮拜咧，哇真係十分熱烈，688蚊一支嘅原價，咁我就做咗買二送一，咁啊大家計一計啦，688即係1376蚊。就有三支，我回嚟之後就停咗啦。呢、這個 promotion 係嘛？咁啊，我哋亦都訂大咗，即係因為我哋賣曬啊。原來瑞區城咯，即係嗰啲嗱啲貨俾我賣曬。咁啊，就啊，即係有啲朋友咧就向宇咧，咁我哋咧就同佢訂貨，貨嚟到咗啦，到咗我手上面啦。OK， 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稍後咧話，聽日就會通知大家嚟攞貨。咁但係咧係因為啊十三號又冇做啦。咁啊！啲同事可能跟亂咗，佢竟然嚟咗咩咧？佢竟然係嚟咗我哋爭人嘅貨，即係譬如我哋爭人100支就嚟100支。OK， 咁啲人點賣啊？不過唔緊要，我當然聽日會再嚟貨啦。但係個 supplier 話，其實佢今次用飛機寄翻嚟嘅。OK， 嚇、即係啊大貨咧就未到，就得翻28支嘅啫。真係聽日可以俾多28支我。屌你老母！大家睇下呢個頭先我哋啲 PA 嘅我老婆寫俾我，得翻28支，咁28支夠我乜嘢咧？所以各位網友，如果嗱我又嚟啊，只限今日星期日星期三，又做多個禮拜啊，反正我冇貨，做多個禮拜，因為太多人向餘啊，好撚慘啊，一直我賣得好地地嘅688，但係知道咧688買二送一之後，個個人買啦，然後佢再上嚟嚇冇曬。其實明明不過都係688噶，佢哋通常咧個心態就咁啊，諗一陣，下次先啦，就會離開嘅。你明啊？你冇好地地喎，有咗我買唔到，原來我用完價，好撚唔鋸。嗱唔緊要，各位網友，嗱我又做多個禮拜，但係28支咧，就你未必聽日收攞到啊，攞啦上嚟。Otherwise又要等下次咧，就10日後到貨啦，大貨嚟嘅嗰次就 OK， 仍然係688蚊啊！用過朋友知道啦，頭髮真係會多咗嘅，有冇想？好啦，冇搶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埋最後一節。